帮我说下，如何平台可以让社会分享？人越来越少了。对，人越来越少，是好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现在是汉堡，我在外面装了，那就改成你在里面装，然后柜台就是薯条、汉堡跟拼盘。这样你大概就真的不用出来。buff 咯，够买什么的？哦，就是买一张换一张，我更没钱。要30个人欸，要38欸。对啊，正好正好正好好，嗯啊。怎样？两个都30%，欸，它不会影响当前流程，欸，就是开加盟的时候 才会吃的。我觉得右边吧，这样的话右边，对，右边这样可以吸一堆人。你有空去站一下 buff， 站了站了，你这样子应该回不去。废话，啊，有够了。不想扫地机器人啊，要洗来拖把吧。完了，啊！没了，怎么样？没了，那来不及了。好了，来我们了。除非这个客人他塞到底。建议你赶快走，你不走我就完了。操你妈！吃太慢了，这家伙。欸，小红来几？快赛我觉得 OK， 切克的气势我觉得 OK， 罗平安我觉得 OK。坏菜很麻烦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我反而不喜欢薯条。要不要薯条？对，我最不喜欢应该是卤肉拼盘才对啊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因为薯条是里面的。而且刚刚就是卤肉拼盘在卡时间，他们吃完之后还要再重点一次。妈的，慢死！这样还有一星吗？但还有欸，还可以叠哦。这叠，
喝咖啡，喝咖啡喽。从机器上拿一杯正方冷香丸，听起来很简单啊，就交给我吧。完了。商盘，你不能跟商盘，这还是在咖啡啊，那是超多时间。给他，给他，给他。啊，还有一位，完了。不行啊，不能选甜点类的。你想吃冰淇淋吗？想吃冰淇淋。我们死定了。还一份番茄。不要冰淇淋，不要冰淇淋，不要。没了。没了。冰淇淋，冰淇淋，这不能选甜点啊。